记得，好，各位同学吼，大家好，各位同事，大家晚安。晚安。还是我因为一个当初呢娶新妇，我搁伫桃园县做局长，所以讲一直叫我就一定爱遐讲几句话。结果新娘化妆，十二点应该是十二点的宴会，讲新娘化妆化妆到一点十分啊，十五分啊。我讲话是已经要三十分啊，我讲了我就无要走。阮咧一寡同乡讲，安尼无食我唔走，安尼唔好啦。迄道菜太一般啊，我就拉西车拉车。啊，会使讲，讲起来咱是非常难得，大家拢真准时吼，爱心。尽量把这个时间抢留，这个时间，咱这边的这个演习会实在就紧凑，不紧凑啊！所以吼、哦，我相信大家会当得到真济真济物件，这个所在。我为了报告讲，台北智慧精英，那经过咱台湾地方财政地方利益变作，我研究地方财政三十几档。家己感觉讲有一点仔心得，我伫2007年写一本《地方财政的理论甲实务》，哇，已经有先去看，因内底真侪数学的演算安尼吼，真侪叫做 hypothesis 就是理论的前身，假定这个现象，啊，你就甲验证安尼吼，我用数学来模型来甲，这个逻辑上的关键关键，我来用实物的资料来做这个验证。在迄篇文章，伊1980年完成，我拄倒来中央医院上班的下当完成。我去报告的时阵吼，我观察到什么？我讲，研究员对人有一条叫做歪贴歪科贴。很可惜，啊，面一条叫细魂，细魂力，细魂体。我过回去我讲，咱遮现出事哦。我先开场白讲，咱甲观察这个环科体的对应，迄边头就是设置，这边头就是南港，就台北市。我讲大家有毋知有看到无？是安怎？咱迄边头一个白云国小、一魂国校，拢有学生。咱这边头叫做五色国校，有学生定成家，大家唔多较注意咧。讲这就是咱地方财政的不平衡啦，财政的分配不平衡。就讲对面迄边头流的水较重，啊这边头流的水较轻。我讲的水就是讲财产税，就讲地方税。迄边的地方税较重，这边的是地方税较轻。啊，但是呢，这边的公共设施是较完善，公嘛足水，道路嘛足好势，气候嘛创啊足好势。迄边头，就道路也真乱，吼、哦，啊嘛无啥物公园，真拥挤，吼、哦，迄主题区中足拥挤，啊这边头就较水，我讲这就是用卡来投票，人民我再是讲，哦，我这边头公共设施较好，吼、哦。学校的老师较优秀，哦，学校的这个建设的迄个设备较好，啊，这边头残破不堪，好，老师嘛不能来这，他来这边缘地带，啊，因感受讲这个教学的品质无同款，所以迄边头的人讲口口拢换过这边头，啊，囡仔就迄边头上来这边读书个，啊，所以这边学生就哇，逐年拢去上班，啊，迄边逐年拢去上班，啊，这些空气，这些空气，用这个数学理论来说明这个差别。好，啊，然后过个专台湾的国政资料来甲分析，啊，分析来验证我的假说，我的假设，啊，我不过了讲，读历史的、读政治的，讲哇，恁读经济咧讲，我拢听无呢。但是你安尼讲哦，你讲阮家旁边的代志呢，我就知影。
哦，足了解，虽然讲你数我看无，但你按头到尾你讲遮物件，讲啊，这就是资源分配不平均，政治的问题，就讲互你的税是不平均。那你讲迄边头税较重，这边头哦，咱的财产税也是讲这地方税较重，啊，这边就较轻。啊，然后因这边有足济补助的，台北市补助足济，哦，啊，然后迄边头，哦，这边头的建设就较好，啊，迄边头无钱，就建设较歹。哦，这讲的头前就是。1967年，咱的台北市变作以汉市进行，伊是这个五个这个新汉市，迄阵省政府对地方的补助25%以上，拢给台北市。上官官上一年内底有40%，哦，台北市去建设，啊，然后其他各县市接近60%，啊，若伊提25%。第四分之一，其他四分之三才有其他的管理分，所以台北市变成一个修仙之窟啊，完全是殖民政权的观念。在日本时代，日治的时代，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，南部各管区的人口占咱台湾的60%以上，北部桃树苗，啊，这是咱的台北县、台北市。安尼，啊，伊个合起来才不占偌济，占20%左右人口。啊，其他就是中部，中部足稳定，到即阵，伊迄当阵占18%，到目前为止是15%。现时是台北地区，就是讲桃树苗以北的地区，这个所在占的人口占60%-70%，其他才是南部的。啊，这表示啥？就是讲，咱的国民党这个流氓政权。因为伊中国人拢住伫北部发展，所以重点拢放伫台北，好个学校拢伫台北，好个建设拢伫台北。哦，你看迄个时代40、40年前，然后45年前，甚至讲50年前，我考虑这个中华中华时，我第三讲我若去外头，要去读书个，我就申请文化大学公有，哦，我就唔知唔捌去。家己懵到中央大学，我申请表对伊送出足久啊，哪拢无消无息。伊就是甲讲，你教囡仔，你学生，你爱去读册，我无可能用。我本来是讲，我若去做工友，我嘛当半工半读，读高中台湾大学啊。哦，结果伊安尼甲讲，我就发抖。哦，啊，我看伊讲，哦，阳明山，确实足水，路路足平，足粗壮，足平足好，足水。经过树林的，伊甲阳明山这条路拢做不熟。那离开这条路，中山北路，伊就甲水林去，其他的所在真歹，甚至南港，伊3年前、5年前是残破不堪的所在。所以南港的建设，伫台北市内底是上歹，哦，乌烟瘴气。像咱10年前的时候，你若伫遐住一工，一工了，伊也看到规矩拢乌乌。啊！你穿一件白色，一工就乌啊！即摆穿三工就乌。即摆进前是一工面，迄个所在工料真济。设置迄边头，因地人户拢是迄个化工业做做，比长隆化工。啊，南港迄块在炼台湾炼铁，哦，啊，南港搁在即个海水，哦，台湾贵个公司，哦，啊，搁有即企业化工，搁有南港轮胎，逐工咧运货，所以有黑箱之称。啊，道路足残破一面。废车、卡车，安尼走来走去，伊最好连就歹，最好连就歹，就是品质足歹，吼，无迄个一级的路面。啊，所以即款嘞，即款的情形吼，你来看，因将近50年前的时候，迄、那个阳明山甲中山北路，吼、喔，一直甲日后过来的这里、個，这里咱的，敦化南路、敦化北路，啊，甲仁爱路，早期拢做了足好势，上盖就。即独裁者，你行过所在，拢怎做个事？其他所在就是相对差，台北县也是差不开。哦，台北县一建设到是对首先从开始，啊，对优先开始，才开始改善，之前嘛拢差不开。所以这就是咱财源分配不同的所在。哦，所以我咧讲，对这个所在来观察，咱台湾人口，伫日本时代是一个农业社会时代。迄个日本时代是南部占将近1/3，中部甲北部占差不多1/3尔尔，
因为我头先讲用用过的地区，吼、哦、是18%，啊，无地区是11%，这个斗量，斗量，吼、哦，表示讲资源是重地轻难，你不晓得地区特别刻意来个重地轻难或重难轻地无，伊个财源分配足平均，日本时代足济地方政府，就是讲军郡吼郡吼郡政府，就是讲郡一个啥？伊个迄个时阵叫做啥物啥物？伊个办公室叫做啥物？区啊，迄个亚索对，军亚索诶，军叫亚索，军亚索吼。我看过一个，一个报告讲，日本时代沙山地区是彰化县诶县诶二林地区，叫做沙山，古早名叫做沙山，哦。沙山地区啊，逐年有灾情咯，存钱就对啦。沙山地区逐年拢有存钱，然后叫啥？叫互大众酒精户，酒厅，吼、哦，酒厅。啊，酒精户才转户，总统府。啊，毋是干呐沙山安尼尔，足济所在拢有盈余。啊，一个江苏，若说两单要做好，差不多淡薄就完事。啊，若预算讲500万。车300万、400万就完成，用我来用完全无同款。咱来看，水利设施，日本时代做水利设施，到即阵还咧用，还完整。用我来了，空调我顶做，我偌久就开，一直修，一直整修。道路也同款，日本时代若是铺甲要加落去，一用就足久。但用我一来，三单铺一届，两单铺一届，自动在落，重复。中国建设，中国建设。今仔日台湾的财地方财政，像经过台湾的财政的破产，就是讲因为贪污腐化。我做部长的时候，我咧讲，爱台湾爱制度，都税务清新来讲，部长你讲我拢真对，我拢做支持。但是吼，我照你安尼讲，我就无多想。7%规定，契约书规定，你的盈余。每一个公司，你所赚的会当7%尔尔。我讲7%当然无够，但是我若掠两成嘞，2%够无？要哪有够？我爱偌济？70%？我成个遮济？我无同你讲足清楚，就是讲相当的人、相关的人拢要提钱，所以我公司包了1000万，我会当去来建设的300万尔，啊，上顶400万。即600万到700万，拢要摕去分互大家，毋是干呐？国舅，你县政府请人要爱，议员也要爱，议会嘛要爱，吼、哦，乡民代也要爱，啊，其他啥？要大官要爱，要做官要爱，不官要爱，哇！啊，分不能无啊，7%。你若真正花7%的利润，你毛毛利，我靠，我破产啦，负债要做啊！哎，讲了真清楚。你看这款嘞，贪污腐败集团来个台湾吞大65单，咱台湾闽南人三家，足济建设，你要讲做文字馆，想讲讲，这个建设何必论？你看下来，咱讲要看到电子通讯展示馆。有我有去，伫迄个大门仔迄个机场旁边啊，本来是国中的预定地，吼、哦，哦，我做个什么诶，飞机噪音足严重，所以呢，不盖国中啊，盖一个电子通信展示馆。迄几年都土红的破地震啊，水，逐年拢超收，所以就为累积才100亿的钱，哦，骗人开，反正有人想要你对遮趁钱，所以呢。创个电子通信展示馆，丢，用一个月，哦，展示一个月，啊，无人来看，因为交通无方便，我关起来了，就放了后，我做着电视，有第一遍是微信，问安尼需要回收时，过一回啊，第二次，问伊经害去啊，过过一遍第二次，他门拢害去啊，过过一遍，伊外口的大门害掉，内底大门破去啊，内底已经残破不堪啊。三个放伫遐，怎呢？无用，用一个号。啊，无啊，就追究责任。你看这款是，这毋是干好安尼？全台湾各县市拢同款，拢同款。
这就是正常头的。哦，所以我伫这个公馆政府退了了，嗯，灾情的恶化，咱车子遮济，负债遮济，完全是因为正常头的原因。啊，正常头的又一个集团，就是党政军特商综合体。这个统治集团最核心的就是蒋家，然后蒋家也加成，过来就青帮红门。青帮红门，明的是刑事系统、军方、警政、警察，甚至于检察官系统，哦，司法官系统，暗的就是青帮红门。经过来讲，是青帮红门的统治来的。经过来讲啥？所以，足多人我都了解这个统治的结构是安怎。然后对上家、上家、上家的家臣安传出去的时阵，外围就是这个工商团体、的老板、加财团，向外围就是一般人民、农民甲劳工，完全无得到好康，拢无北上，离北上，北上在到什么程度？伊早期来这个台湾的时候，税收不足，对农民去扣重税。我相信在座足侪拢农民出身，哦，家庭老爸老母阿公拢是农民。从早期来的时候，80%的税收是来自农民。但当然，然后呢，大家去，到1970年的时候，已经足侪人吼，都爱卖囝、卖查囝，安尼，爱要50%。啊，就爱叫查封迄个财产，到迄程度。啊，所以李登辉出头就是因为农村经济破产。啊，李登辉才提出到位迄款嘞挽救咱个农村经济个政策。啊，像伊才担任政府委员来做遮代志。所以咱个话是讲，农民去压榨了个时吼，伊个家己孙我都好啊受教育，教育机会。教育机会是不均等的，哦，外省人的子弟不是外省，中国人的子弟，后面这子弟都会当得到补助，超额补助免学费，哦，大部分军工教拢是因的人，啊，然后，然后你呢，就我就得到补助，我就去台大，我入去台大的时阵，班上140个，其他20个甲30个是，咱本土台湾人子弟，其他拢中国人。哦，真充分啊！表现出讲这个不平等，教育机会不平等，就业机会不平等，哦，伫官场升迁不平等，用安尼来甲伫个控制，无够不平等，36分，咱才摕36分之一。哦，有一个我的同乡讲，伊较早去参加高考，成绩足好，但是名额足少。所以伊嘛无法度当，无法度迄个考虑高考，啊只有去台北上班，吼、哦，台北我反正去台北上班，你唔安尼做自动无法度升官，稳了啊！啊，中国人，吼、哦，你讲外省人，中国人，吼、哦，确实比人较笨蛋，啊无半撇，啊又做我的主管呢，啊我着做副官呢，逐项拢我做，啊做做副，啊又大家奖稳着，哎，无法度升主管。是真明显，啊，做到老，做到退休，是一种这个身份地位的 discrimination， 哦，真明显有这个现象，哦，你讲了够远个，我倒转来讲咱个地方代志。所以咱了解这个地方主力，哦，地方地理甲地方灾情，咱就会看出讲资源分配不平均，资源资源分配不平均，当然建设好个所在，房地产就会起。这是过去歹的所在，反正算对啦。好，先我讲，欢迎科技，这边头是台北县，这边头是台北市，这边头就渐渐搬出来，大家拢在离厝。大家拢在离厝的时候，就是经济学讲的供给过多。啊，要搬入的人是较散车，所以伊就讲，现在我要搬迄个所在，因为我实在买不起。台北市我来买起，啊，我来去买台北市边仔，属台北县的部分。所以足侪中南部的人、宜兰的人，拢来去住实际迄个所在，都普遍因为迄个所在
怀古街对面，啊，这边就讲啊，伊遐搬来遐的时，落卡伫遐的时，啊，做东做西，赚着钱啊，有剩啊，秋分强强，秋分强强，再搬过来下一个头，变成分两个阶段，对宜兰来，对中南部来，先带到怀古乱七八糟的社区，吼、哦，脏乱的社区，啊，忍耐刻苦耐劳拍拼，强得内多，啊，好不容易，啊，就一刷钱吧，买过来一边。我拄着足侪即款，我拄初初来，我嘛是伫怀古街迄边头买一间二楼的公寓，吼、哦。啊，我买第一间公寓的时阵吼，实在是无半仙。我落飞机，我甲一个朋友圣诞，讲，哎、欸，无我来，我来，我对美国转来呢。对嘛，我甲你提五万来，五万，哦，啥了提五万？啊，你拄落飞机，啊，你要去上班，你要讨钱生活，我先提五万，给你用。讲咩，五万我给你，无给你利息，歹势。两万来无意思，当时现在那好价，按了五万，后来我过来就上两万，上两万来我再用一万去租厝，啊一万，我放了邮局用，啊我就开始上班。啊厝头个是万林东山人，伊在做生意，啊伊就来收厝租，一个月来收厝租，我讲，哎、欸，我啥人啊？你这间厝租要卖偌济？四十，以后吼，以后四平，我一个月来。借我，我一个月来50，过来55，过来60。哇！哇！老妹啊，说你顶界才40呢，才落60，几个月尔呢？四个月啊，变60。讲到遐无，用你去问看卖，拢起价，一直起价，民国70几年，哦，哦，我讲无聊死，这个起价的方面，这个房地产作家，哦，啊，我妈妈哦，真勤快，伊就反带一条的，啊，迄阵开始我就留了伊就。拢去迄个社区内底有一个小市，啊，遐共家己咧卖菜，斗点菜，啊，无代志做。啊，我迄听人讲卖菜，迄面顶吼，二楼讲咧卖开个70万，十个空，吼，我妈咧话讲伊作假，吼，来甲买，吼，我都无钱，我一班是人生活。哎呦，我也有使听咧，我你去美国读册哦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来过。做公司上上面吼，我看到个有600万，哇，600万，你600万，我7万，啊，7万变成你7万够通，用你吼，啊，你若无卡定嘞，一人借20万呐，咱就60万啦，无卡则搁讲，哦，我妈发誓，我看我作假哩，哦，做行业袂歹，今日去甲伊讲，你都来开60万，啊，我就7万多回，前后还，啊，60万才去借。啥开始登记，登记开始办登记，办好登记的时已经起到偌济81万，8万，三个月内你讲起到8万，要惊人，我来讲你要惊人。啊，迄是怀古迄边头的，啊，这边头当然起到较紧，哦，迄是我多去怀古，也买迄边70万，然后起到8万的时候过落。冲起的时阵，400，到1990年，迄个股票差到足悬的时，差到上悬的时400，安尼讲。我讲这号，大家参考下，咱有机会讲理财的，这是我买的一间厝，哦，60万总价，我用增加的厝，增加的钱去抵押100万，标回啊，标外回啊。还会错，今仔第二个班，初日我真正甲我阿舅卡，一两句尔，因我来阿舅，我刚甲一个卡咧，因为伊太大，互你死去啊，讲我借钱啊，又会错啥？讲阿妈妈就讲要买一间厝安尼，我借钱67万，讲阿就7万啊欠，啊伊等于一平只庙啊20，啊一平只贷款了要欠20，我来讲啊，啊你当时哎，我一个月6个月。很好啊，你个地，我怎啊解决这個？6个月以后，我就搁调回来，逐年逐工都伫调回来钱去做啊。啊，然后这是第一间厝，第二间厝，阮太太结婚的是伫中天大学边啊边，哦，迄条另外一块地。第三间厝才是新厝。我已经转来台湾，孤单，我必须得入去
挥流进去。所以，迄、那个中央医院都开都起一、這个公教住宅，32坪10坪的，哦，啊，外层一直变变，啊，迄栋村已经包括这间是这间厝的负责，是叔啊，啊，咱在中央厝的负责，安尼要赚50万，负责要50万，啊，即摆拢无半仙，哦，啊，这间厝200万，前中间。中间立起来，啊，包括做围墙啊，200万，啊，我无发现，我电器那边，我阿阮太太来就讲，啊，你都负责50万，啊，你人我都出国干咩咩啊？我无咩袂使，咱打败三代同堂嘛，无经济，无他多袂使，哦，啊，即款即间老百姓，其他爱去掠，哦，啊，即间咱来大家好势，啊，而且我担任这迄个兴建的委员，哦，市长，啊，我一定爱做一个，做一个模范讲啊。直接来买这厝，啊！结果，伊只晚拢打电话给阿妹，你欠了50万，阿唔行，你啥厝？啊，有钱也无，讲无，无钱，我人买厝，有点小话话，你来。对恁大姐袂甲，对恁大姐上大嘞袂甲客气，啊，过来对恁大兄袂甲小弟，哇！我拢来借到你啊，我你都唔知啦，你都唔知将来趋势，哦，我拢来甲讲，我到尾我就来出面。我讲啊，打电话来就讲，姐啊，听我你个秘书公司啊，啊有钱无？无去。啊，少年人哦，做代志袂使冲动。啊，你无半仙，搁听讲你要欠50万，欠人50万，啊，搁买一间厝200万，无半仙是要来许，是要来过日。啊，你着倒来甲解释，无我吼唔帮你算。哇，是话了，这项是阮教育，是阮时代大汉的吼，安排着吼，我真正转去啊，我才八月中我转。接落来讲，真个少年人做代志袂使冲动。厝嘛要纳税呢，毋是要纳税呢？200万总借的，搁负债50万，你只借的是能变250万，你变过日？啊，你讲要搁出国，啊，要来过日讲出国有奖学金，啊，若无钱靠电去抢，啊，拢有我咧袂使呢。啊，你人做你去，啊，这个吼，这个公民，公民分出来，已经，公民吼，搁娶一个，你还搁娶一个老伙仔，这个月薪哦，你做你安尼骗人走呢吼，啊，互伊赚250万哦，这我来放心。我未放心啊！你说你来甲创好个事业，你哪有回复呢？哦，啊！你唔是逐年拢去东京代办，拢去东京代办，佮怎样关系？有哪无关系？你东京代办，你无讲，你无看讲迄阿三爷新闻讲，东京代办房地产呢继续起10倍，还佫起啊！我讲代办后一间像安尼时吼，你就接袂着。哦，你足巧，你讲哇，夭寿，这我拢无想着呢。你有想这点对，无唔对，既然你有安排，随来你去做。因为我留水留心，哦，我所有的负债250万，分期付款一个月19000，我剩6000尔。啊，阮查人嘛要25000的薪水，伊要做研究啊，合起30000哩，甲你厝，何时干呢？也免去拿厝租啊，30000，三个查人哪无够用？阮妈妈、阮查人、阮查囝，就三个人，哦。啊、我袂放心为啥呢？治安，袂放心，差真济啊！哦，我要走以前，就去对面的边行工业两只狗，头前后边围墙围起来，放这边放一只，那边放一只，我放心离开啊！啊，天窗我做起来，才放心去美国，就带一个人我就走啊！五年我倒来，1000万，这个话是人工车3000，我敢创啥？我无发现啊，各位。大家拢讲，哎呦，我无法无办法无办法，办法伫脑筋内底，办法伫你的知识，你爱去观察，爱去看些，爱去收集资讯，去联想。我看人告诉我讲，阿三爷想我一本，当天台办去10倍，啊，你搁去，我去联想，有时间台湾像安尼，咱就惨啊嘞，无去买来噻。所以我来做独裁，要离开，迄间厝，带一间铁暗。我查了，一直甲我拍拍在边。你这个独裁者，你这个独裁者，我可以拜托你嘛？3500你决定的，35000你决定，33500我决定，35500我决定。你无讲话意见，我等几年后你就知影。几年后起起起，你都陪在笑嘻嘻过来讲。3年后，继续等伊去美国，过年年回来，3年后你去美国回来时。阿写一张去，第一张去讲，哦，安尼机票卖4500，哦，啊我，一暑假回来，啊我
我天哪，还行，好吧。过去暑假，去年的暑假八百，去年寒假一千，我对比我往年我当足啊满千二，人来甲拜托，千二来给我啦。我比你高要多少？你不比啊？我比你哪有哪只好个所在？后边点叫你建华哪会园？头前六千公顷，伊讲人工无淡水，哦，因为我要去研究院上班，哦，找资料，甲人讨论问题，最方便去我上班的所在，社区真和谐，哦，当然差来太济，因为足济人全讲，哦，研究院遐教授哦，一个月，迄个薪水二三十万，所以哦，差来特别济个对吧？差来拢坐咧公园看观察，对我当时出，当时即个。一间吼，一个楼梯间，二楼甲七楼，逐间拢着石头，逐间黄金拢摕了了，有探测器，黄金探测器，所以免敲，但是去走走走走，敲过，也走，一再遐讲，十四间开了，十六间啊，七楼起嘛吼，啊一楼无去，楼梯间十二间开了了，啊哎呦，哦，所以我从来无爱去黄金的，哦。我入美国读册时，我迄阵身体无，医生建议我去拍球，我就去练去公园，就是 Clifton Park， 哦，伊较早是约翰霍金斯这个人，伊住伫遐，伊是迄个铁路巨子，迄落股票足济，哦，啊，迄块土地伊足大片，啊，伊迄个所在哦，啊，就不管伊拍球是看国人，啊，有哪只毛病啊，第一款的机械，第一款的迄个机器哦，伊喺土下咧顺来顺去，就就就就就，啊，各位内底就有啥？印第安人留下来的钱是印第安人留下来的物件，哦，金市场会不会？哦，还是我有在讲，找袂在讲物件。各位人黄金，一定爱看到保险柜，那是银黄金存折。但是黄金去到这当中，唔通去买啊。哦，千五块差不多爱放掉，但是五六百块买，千五块以下。黄金大概出两百五，迄个时阵三百以下，我拢鼓励人买黄金。可是我家己无钱，因为我钱拢放伫路边，放伫路边知无？钱拢放伫路边，尽量放伫路边的田，迄种喂拢较喂嘛无问题。你做迄喂，哪喂我哪好个？你说，你喂了我种米，我就活。我无你喂，我免徛倒喂啊，拢我家己喂。就是讲钱尽量放伫路边，人摕袂，啊你放伫厝人摕，放黄金人家会偷。哦，按放存款嘞。太多人不知道，因为台湾是一个长期通货膨胀压力存在的一个经济体，显然两头在外，无资源，产品爱外销，啊，太多钱，主人你这个房产的去，另外，这爱讲的结构，租税结构，咱租税结构真不合理，这是剥削租税体制，所以那个房产的租税，哦，房税。B 地价税较悬，即无合理。地价税只有等于零。你来看，我迄间厝已经人工会当开会开三千万来先，我诶地价税偌济，一年才千五块。嗯，房屋税就差不多爱四五千块，哦，四到七千块左右。啊，即、这个地价税才千几亿元，对咱来讲一年千几亿就轻松嘛，因为也巩固。地基足地，起起来一平五十万，公股地基安尼三万五万，差遮济，你差遮济，啊！但是呢，土地税税啥？土地税足悬，目前是40%，我已经注定我降税，之前是60%，大家想看卖？公股现代，若甲你交一倍以上，你就要扣1.5%，哦，你就来扣，你来扣30%，哦。公股现在，加上十年前你买，公股现在是1000万，十年后公股现在已经2000万啦，已经超过100倍、100%啦，会涨价先哦。你都要交30%，即千万的30%，300万。啊，若超过3倍，你都要交40%，都要交400万。之前是60%、50%、40%。即款呢，交的税足悬，啊，你持有税、持有税的。地土地是你的这个登记，你持有的这个持有税，只有等于零先哦。这和咱的供给甲需求
因为工资哦，逐渐缩小，自然就缩小，经济也更头痛呀。有阵伊 supply 减少，减少。啊，但是都市化结果，都市化结果，因为伊这资源分配不公不平均嘛。都市地区的都市化，都市化的结果，都市化二万来亿钱的结果，人口一直往都市来南迁的时，迄、那个需求一直用力、足用力增加，所以这个房地产一起起起起袂停的，起袂停的。所以咱将来咱民政府、咱民政府，若是有法度改变这个制度时，咱要甲电动车，无土地征税，你赚偌济交偌济。土地征税足无合理的所在，就讲你即摆。十年前你买这间厝一百一千万，但是因为不行，你买了悬呢，结果一直落，落到剩500万啊。结果伊这个土地现在本来是估计300万，按200万，才变400万。你已经卖600万，你就了400万，你搁交税，这两百万的，你不能200万的限制，就要变400万的限制是，你这200万还搁扣偌济？扣40%。30%，搁交100万，你已经了400万，你还搁交100万的税，你看这款的是不是白相上下人？结果写文章写30天，打遍天下无敌手，正在地震下遐到时拢惊我。咱若拄着研讨会时，我讲了一轮，我都讲，我都到后边，无理论基础，完全无这个所谓，咱讲。我说空间经济的观念，因为我读都市经济学，哦，一直到1995年，因为话讲到差不多时，伊才开始开都市经济学的课程，安尼讲到差不多。1995年，伊讲要办一个这个有关这个土地税制研讨会，哦，啊，伊阵就叫我拜托我写一篇文章，我安尼甲你遐逼近哦，是30单哦，是10几单哦。讲你若听袂入耳啊，啊我写你若看袂落，讲我无爱谈这回事，无爱搁甲你回啦，我恁讲袂听算了。用卖啦卖啦，我喏最希望你来办指导啦，我这边的时喏，研究生博士班、硕士班吼，真侪人要参加，啊这里，阮这里地震台要来教授拢来参加，来请你来办指导。我讲遐吼，你讲真吼，我好啦，无问题啦，你免烦恼，讲会安怎做安怎，你会教我啥物？包括是鸿门宴啊，是不是哦？我反正讲会斗争啊，人啊，拢未来未来，我尽量结果去。啊，人我一个台大医馆拢进来，无一个其他的。准备要搞我电就对了。哦，要收第一场的时，准备搞我电。我刚才迄个主持人我嘛捌认吼，是皇家大学刘毅，美国教授，等下伊来主持。哦，伊上安嘛靠讲，卖讲因进来，我发表文章了的时候，五个正大甲中央大地震学教授起来问题，我甲拢甲记录起来。但我回答的时候，我一个甲伊，一个甲伊批驳。哦，苏志超是老教授，正大有名。讲刚刚苏教授讲那些话，哦，在1919年之前可以讲得通，1919年以后就讲不通了。因为1919年 ，Revolution 开始讲存量跟流量概念。存量那是讲咱负债债务累积到年底多少多少，就是存量概念。每年这个财政赤字就是流量概念。哦，讲存量概念跟流量概念，第亨利乔治已经有啊，但是伊无迄个名词。第 John Stuart Mill 弥勒，哦，孙中山的写来的写迄个弥勒的时代。1840年、1848年，伊写起时，迄本教科书、经济教科书，吼、哦，用到1940年，一百年中间用迄本册时，伊迄个观念拢要伫这个无存量流量概念。但是亨利乔治在1879年的时，伊写的物件就开始有存量流量的区别。伊讲吼，课地价税应该是一个流量概念，有地租扣税，但是伫弥勒，伊是对啥地价扣税是一个。存量课税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。讲苏教授，你那个东西在1919年以后文献就发现亨利乔治是对的，而那个 John Stuart Mill 是错的。但你所根据的是错误的理论。我来讲，他直接他批驳。哦，人真不好呢，我想这人辩才无碍，要是我讲到你反正我都不太好。爱心，
有一个少年拍起，哦，举手，请问主席，我们今天早上变了一个早上，哦，到底是蔡教授对呢，还是我们几个老教授对呢？我说不是我，已经排，我排我这边一点都不变呢，给我引起。嗯，这个我听了一个早上，当然是蔡教授是对的。啊，蔡教授还是对的。哇，不使官老师来讲，我得来一场就结束，那错的话就来两个来讲讲。哎，蔡老师，蔡老师，我谢谢你啊！我说什么谢谢？你把我们那些老教授的话完敲破。我们每次哦都招疲劳轰炸，不是中山是。孙中山怎么说？就是蒋总统怎么说？哎，听腻了，都没有你这样的模型跟理论，用我一挂数学模型，简单数理模型。哦，我虽然希望你来我们气象开科，我们那科，你拢连近代拢是西西派，整个台湾的学术界拢西西派的控制，那容许我这个人去想？我这是自由派，哦，啊，西西派就是啥，陈毅夫、陈果夫，哦，来滴嘛是青帮红门的概念，所以学术界足侪西西派，中央大学非常浓厚。你台湾人要入去遐教书，你若是一张白纸可以，你若是吼甲另外挂钩相当，你去遐教书也很难。西西派怎么？全台湾的学术界拢西西派。好，我做事情了，我上去找一张，一张，哎，两千名的钱，我找你有好业绩，你有钱，我找我讲老师，你啊推荐的，我来去做中国地震研究所的理事哦，哦，啊然后由你做上，哇，哦，这款的土地税制制度是不识台湾人的啦，已经不识古蛮好经济，你给我一名，你推荐我一名做理事哦。啊，做当初的意思，我会当吼八年工作啊，失败，这失败了，对政府当拢是假的。有马有头，不离不离，西西派大本营啊，拢西西派的人啊，那哪有本当人，哪有本事？你看这无路用的，伊现任总统啊，做总统几当十年，咱都把都传了，无路用的。但是做袂到，你是害你咩？讲认真看嘛，讲这学生佫真认真咯。咱嘛讲有法试看卖吼，啊，咱嘛知影讲去试呢，试了无遐讲嘛。他试都唔试啊，惊哦，我试试看安怎做啦。哎，啊，你唔是高手，拍上我去，我是前置的头呢。我个鸟的头。实在吼，我这点是在失望。我是当然作为学生，我袂使讲，但是来讲，实在上听你大人讲，我是失望。我对2008年年中啊，当我都无什么概念。2008年1月15伊个生日，就好你叫我去呢。啊，去个成功去创第三事业，啊，叫张三郎来找我。我是伫在，我是边啊，伊个中啊。我想我这人啊无重要，我就坐伫上边啊吼，都听较好啊，莫让看，莫让知。有听个人咧讲啥好啊？叫我三郎，我伫底度徛起讲。吃三道菜呢，就买起来讲，爷讲对我来，我是张灿宏，我请问你，敢是刷到勇士？哎，灿宏啊，我早就听到你大名，我就是嘛，我讲你行了，我知你来，但你唔捌我，勇士啊，我第一面跟你见面，啊我吼来不了，我是要跟你做一个你一千个到三间专营，我就当然明白到啊，过三间伊就寄伊车来啊，啊我看我感动，我讲这个人。所以是应该是一个正正的噻，我来回避，足郑重嘛回避，嘛寄我作品去互看。你看我打电话讲，你看我见面讲三点钟啦，讲叫你定来斗三工，我就开始斗三工。我想，伊就李定辉，你讲伊咧甲李定辉斗创，但是我想好啊，我就无伊无我，吼，我就甲伊斗舞斗舞。啊，讲啥物？自从康变年才有车去做一个第三震动啦，吼，咱就认真甲拼。然后来才有车点名，才有车也点名。过来讲329要创一个办公室也无伊，过来讲五二零创办公室也无伊啊，哪会？打电话讲还是我就无伊。杨先生，进来。哦，我吼，彼产业骨骨嘞吼，只个点点吼，三工发去，一个月就裁两条。我跟你5年半无换，
歹势啦，歹势，无我我来挂，哦，我真袂，我无迄时间甲你有迄年华拢无物件，哦，啊伊就甲我讲，我安怎啦？哦，我从此我还阁参加活动，讲啊，彭阿贤，我那个蔡教授怎么那么本来那么积极，怎么现在都不来了，都不来，连听演讲都不来了，无咯，因为，会张赞吼，伊去相信。一个眼科医生啊，徐荣去，伊煞微信开会，我讲，即摆在安想一个新的政党，准备2009年立委选举，你2011年才有可能参加立委选举，哦，徐荣兴起来反对，因为啥？但民进党哦，2009年选输，咱才是政党，咱才有希望。我讲非啊！因为啥？民众伫2008年1月12到3月22，已经到了谷底啊！即摆是用选举啊，增加一票又可以啊！哦，真好，真好，关爱关心，增加一趴先，伊讲大赢。你现在去看讲以后到2020要谷底，没有谷底啊！2008就是谷底，安尼啊！我来讲就平安战行啊，但是蔡总都无路用，伊就去听李国荣的徐荣庆。天花乱坠，真好讲话，但是无实质，嘛无去了解地方。我是不三时在咧接触地方的人，哦，做田的、做工的，安尼不三时咧做社会人的意见啊，哦。不过伊安尼一个详尽一个安尼讲，伊就听伊，也是伊的意见。啊，不是无人，干讲无钱，若有人就是有钱。我安尼讲，只要你有人，你选人来出来，人看你是人才，你是选人来出来。自然钱就来，哦，啊，若无家己掏腰包，一人出10万、100个就1亿啊，1000万会当做美股安尼，哦，我嘛安尼甲讲啊，我创一个理论模型，讲是安怎读册人拢惊死，搁再唔卖出，卖堪要出钱10万就出袂出来，我用理论模型，用迄个电脑去讲，等于是讲迄个 Freeman 的理论，迄个所得效用理论、金钱的效用理论，说明为什么穷人大方，有钱人的大方。但是中产阶级是非常小气的，哦，工资的努力，哦，就消防局是消防函数的曲线来说明，你有麻烦，哦，麻烦我来报告，我什么上也好啦，我嘛插进去，啊来这里，来这里警察，啊，所以开始逐级的投入这个警区外，哦，进驻，啊怕算。因为一个组织一个公司做美国，啥做美国？因为台湾的税制，哦，台湾的税务啊，甲台湾的这个会计制度，不然我都相信。啊，做一个公司做美国，啊来制造甲加工制造甲销售这个农产品啊。哎，实在是本来要行这条路啊啦，啊都之前遐无气焰，啊来。来倒烧水，我想啊，为台湾吼，也着爱少倒三工。我真感谢志贤哥，哦，介绍大家认识。啊，我讲起做美国做这个公司，我来当处长，也是非常有台湾情节的。用咱赚的钱，80%，赚的钱80%，做做啥？做台湾建国的基金，哦。先做台湾建国基金，啊，伊所以就是讲建国爱对教育开始，我见即个建国基金将来咱也需要咱来甲申请，吼、哦，啊，我甲讲咱伫个进行遮工作，进行啊足顺利，咱个物件咱有我毛地有看，伊也足赞成，伊讲啊，即条路尔，爱认真行，爱少认真个走路，啊，公司大概伫即个有咧过年后，到美国正式成立。啊，到时，我个人较无闲啦吼，当然尽量希望讲身体健康，就当继续个，甲大家同齐拍拼安尼。啊，我讲个小爱心吼，会使讲岔开去来食了很远啦，就随便聊聊同款吼。最后想话要来讲，我拄则来讲，即、這个地方地理上强个工位是啥物？税收以外，税收爱公平，吼、哦，税收爱公平，使讲税收对特别的身份，甲特别的企业。
做五座八旗，这个外来政权就是安尼，对中国中国这个所在来的企业，可以啥减税免税，是不是搞不错？你来做这个物件，钱付你，也是低利贷款。是，意思讲吼，咱所有的台湾的企业家嘛，拢去甲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政府单位去挂钩，哦，密切结合。所以我对王永庆有无足侪尊严，无足侪尊严。这密切结合中间，一定有足侪好干。外口利率是12%，是伊提贷款是6%，钱借出来就足侪出来，再过来放12%，无形中。伊100万就来赚6万啦，哦，伊借的是6万的，100万6万的利息，借出来了，放伊高利贷出去，摕12%，伊无形中就赚6万，属这个类型。特别是王永庆要出身早期的时，伊是做朝阳木业、朝阳木业、啊世茂木业、朝阳木业跟世茂木业，伊就开始去包这个山茶，这个一包包5公顷。措辞忘记，啊，真正伊甲林务局遐来分，林务局毋是简单诶，会当做林务局局长是拢上甲上边诶亲信，因为遮足侪茶拢偷出，特别是新农去，厝诶拢足高级卖去互日本。我伫日本公司上班诶时阵，我即人足正派，所以日本可能足惊我了解因诶代志，有关新农去诶地面拢歪花草，所以我伊即股变做讲完全对。这个东南亚进口迄个原木，按照合板厂，啊再出口合板厂制作好的合板去欧洲甲美国、加拿大安尼。有关日本人啊来，日本人啊来遮买起东西，伊就吃不起啥，吃不起啥，拢歪好在，拢歪，哦，拢歪好在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记，这个1945年以后大量的这个砍伐。所以咱即个山顶用足少去农业，牛樟、牛樟，正大棵，你个可能捌看过啦。即个才千年尔，咱台湾的森林资源是足丰富，牛樟正大棵，即个即个加州红木同款，加州红木是大安尼，加州的红木吼，哎，就是中间会当甲拍一个坑，卡车驶过。要你挖，有那千年的红木，但红木是做船的材料。咱牛樟是啥物？牛樟迄款遮大丛的牛樟，遮大丛牛樟啊，这是啥物？牛樟木，一根树的可能啊，牛樟木。我最近去新义乡看有一个老先生，伊咧发牛樟果，伊这个发牛樟果的场所。就是咱这边的2/3，一个店有3/3，才宽才大，包括甲这个边呢，然后完全拢现代化，拢是温度控制、湿度控制，伊讲啥，味甲无咸的，味甲无咸的，哎，有只有迄个茶就倒来，拢是正大块出来，出来了，采来，哦。来落迄尾仔头仔遐枝吼，遐伊牛樟果要发迄个牛樟的作用吼，内底有迄款的成果迄款的吼，有成果迄款，内底因有迄个伊迄款的特别的迄个澳门的迄个所在吼，伊迄个内底成分会当牛樟果迄个物件，至少爱100担，种爱100担，所以叫足侪人咧种牛樟吼，叫爱种的，树那少啦，吼。不出单样，即摆65岁前面，40岁我来看我的单样会当会生会天花。啊，但是毋是讲牛樟吼，但可惜台湾的牛樟吼已经大茶农茶甲错掉了。啊，迄茶甲农带领牛肉乌多的，咱合作的，所以台湾的森林资源吼，咱将来一定爱好好来甲保护。百年以上拢卖采卖砍伐，继续会大种。伊拢是迄个物件，林务局外口安尼，早期林务局到处错茶，好茶拢错迄个，而且引进日本的迄、那个，日本的迄个山仔来种，你看迄个三林溪，规片拢日本山，
无爱种原地，无爱种原生种种的，叫日本山啊，卖下咱遮的气候，内底拢空空就一块块，袂水。老实讲，你看拢爱错掉，做茶树了去，来种咱台湾原生种，不管是要种香草树，还是去另外一种扁柏、萧兰也好吼，吼扁柏也是牛樟、牛樟皮拢好，吼、所以林务局咱将来要大大来个整顿，吼、林务大事特别注意这个问题，吼、啊是这个咱山地的地区，咱要改变做一个山地特别行政区，入山只要不是山地同胞，不是山地的人，入的心都爱标这个标牌，控制人数。你使随便进，咱保护这个森林，保护这个森林，这是足重要的问题。时间差不多啊，吼、我讲地方处理上重要的代志就是啥？教育，头先我讲过，教育资源不但予咱会记咱会当进步，教育方式头先郑组长有讲得足清楚，教育方式就是爱予每一个人发挥伊的智慧、伊的创意，毋是讲用天然。我读册，我伫小学以来吼，我读册吼，真少去背诵。我讲开力看者，开力看要点，用联想。这么看，然后就一直想，一直想，还是一直联想联想。考试的时阵记忆犹新。看读册，咱咧看报纸，报纸看就知影故事啊。啊，再读册嘛，咱看报纸。哦，当然我少年时记忆力可能足好，对，三十年前的教材官，我拢会当留来留去的。哦，对这个记忆力有关。这种是优点啦，吼、啊！啊，我本身是足聪明个，但是记忆力袂歹，吼、第一个讲教育这个物件，我是交通建设，吼、头先讲个，咱个交通建设，我都有在做，吼、拢无按照都市计划，按照国土计划来做这个交通建设，这种将来爱改善个，啊，这个铺这个柏油路个时吼，一铺一级道路拢甲铺落。唔通讲定咧咧铺，定咧换，安尼浪费去。另外要铺之前，地下拢爱挖沟啊，啊管道拢爱放伫沟啊内底，唔免有电线杆伫面顶危险。哦，即种将来拢爱改善就对啦。所以爱将来咱咧建设台湾爱开足侪钱个。哦，啊好个在咱无问题，咱若要增加税收，哦，咱就足好个啦。互伊负担轻，政府税收侪，即咱有办法。哎吼，过来第三个提案，头先讲提案，头先。庄文静先生，你讲台湾的治安警察拢是咧为这个流氓政权咧做代志，所以吼、所以常常拢无正常，吼、包括迄个司法警察系统嘛，赶快拢是统治的工具，这种人拢爱改。过来就是那个咱休闲设备 ，park 公园 ，recreation area 伊迄块伊个设备就爱增加咱个建设，甲迄个水准来提悬，变来管理。所以在一个国家不简单，咱需要足侪管理人才。我若去到日本，去到美国，去到澳洲，我拢足注意人个啥？我一方面当然中央伊个政策规划，咱嘛爱去注意。地方我拢做出去看，我做爱去看。伫台湾我拢做出去看，看倒一个所在建设了上好，细节来去了解。吼、哦，一个水沟，吼、哦，变啊重创了好，路面变啊重创了好，即拢爱去了解。吼、哦，所以吼、哦，基本上吼、哦。咱希望讲，咱各位干部做起以后，这物件拢去做。啊，你若做施工，你会当做好，像你研究的时候，将来咱拢会当来派上用场。哦，啊，我今日讲了有较济，啊，我有较破，有点散乱，但是啊，大家做些参考，啊，请大家记住。谢谢，多谢各位。谢谢